的爱基督耶稣。基督哭了，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家庭痛苦地过拉撒路的死亡。圣经清楚地印刷，耶稣哭泣，约翰11:35，教训，耶稣，基督深深地爱和关心他的追随者，他不会放弃他们在麻烦。我们的基督徒都是幸运的，因为基督将陪我们度过所有的生命旅程，而他将分享我们的痛苦。救世主还将努力围绕可怕的情况下河，把它们变成我们的祝福。是神的儿子不会休息，直到他已经给我们战胜所有情况下的生活。让一个信徒喊哈利路亚，祷告，亲爱的耶稣基督啊，多么美好的救世主吗？你从来没有睡觉或者睡衣，但是你保持恒定看过我。我是如此爱你，多因为你是我的知己和安全，我会跟着你一整天，我的生活，我屈服我的整个生命给你，现在和永远，更多。我还会告诉全世界，你是，就是主世界，所有人都应该跟随你的。阿门。